S S R 对 S S D 啊，代表的是人宣布的统计数能够被 regression 这条函数被 regression 这条被回归的回归，因为回归的代表的意义是呢引进一个新的变数，引进了一个新的工作 Y 的Y 变成是beta 零加 beta 1乘以 x 1，那么这个函数这个方程式呢就代表一条线，那么这个方程式的这个线呢让我们知道说 Y 的期望值啊就是这个啊，那么由于引进了一个新的 X， 所以你的 SSR 呢就除以 SST。 要知道我们的 SSR 是什么东西呢？ SSR 是本来呢是 y i 去减 y bar， 本来就每一个 x 每一个 y 去减掉它所有这些 y 的平均数，这个 y 代表的是它的观察点。那么你每一个 y 去减掉 y bar， 这个量呢，这平方以后相加总，我们说这个量代表是全部的变异数。那你看，你从这个事情可以发现，你看看。本来这边是 yi 的，你现在用 y hat 来取代了它，那 y hat 是什么？ y hat 是 b 零加 b 1 x 1，你引介了一个新的变数进来，这个式子呢取代了这个东西，本来是 y 哦，现在变成 b 零加 b 1乘以 x 1，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所谓的回归啊，就是引进一种新的变数啊，来解释原来的 y。 所以引进新的变数呢，它形成一条直线，本来点是这样子，现在你把这些点啊，这些点是 y， 每一个点是 y， 现在你这 y 的点呢都拿这条线上的点来取代它，本来的点是这些点，现在的线上的点是这些点。 X 坐标一样， Y 坐标呢被取代了，你拿这些线上的点呢就是它取代原有的 Y， 看到可是你拿新的东西取代它，到底能够取代的好取代的不好，取代百分之多少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取代以后的结果所产生的 sum of square 是分子，全部的总变异数是分母，那它除以它代表你取代者就除以总变异数到底占多少，所以这个叫呢决定系数，是吧？这叫决定系数。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东西啊，
那么如果决定性术知道的话，我们上一次说啊，它事实上就相当于啊是相关系数的平方。决定系数呢，我们都用平方来表示它。那么决定系数呢，也是等于相关系数的平方。啊，那我们知道相关系数怎么算呢？那所以你相关系数如果算出来，你把它平方以后，事实上就是等于我们在回归所谈的决定系数。所以如果你知道决定系数，你去算相关系数，你开根号，啊。开根号就行了。重点是决定系数没有正负号，没有方向感，但是呢，相关系数有方向感，它有正负号，所以代表的是正相关、负相关，啊，这是一个差别。上次呢，花了一些时间谈这些东西啊。那么回归呢，之所以产生了，就是因为回归是来自于引进一些新的自变数，引进一些新的变数啊，不应该讲新的自变数，引进一些新的变数。也就是这些自变数带进来了，啊，带进来以后所产生的种种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谈呢，回归这个模型的背后，有些基本的理论架构。那么理论架构是来自于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让每一个点来表现它的话，每一个 Y 点呢，事实上可以看成为这条线。之后再加上一个 epsilon i， 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 x y 啊二维空间，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维吧，变成一个三维的空间。那么你 x 跟 y 啊 ，x 跟 y 可以表现成为 x 的一种函数。现在由于呢，如果我用的是上面这条式子的话呢，给我一个 x， 我带到了贝塔零加贝塔一乘以 x 一的这个式子里头来，我可以得到这个点。所以上面这个点呢，是贝塔零加上贝塔一乘以 x 一，那这条线的方程式呢，可以写成为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给我一个 x， 我乘上贝塔 1再加上贝塔零，然后得到一个 y 的值，这个 y 的值在这个地方，那就这一块了，这个长度。那么这个点的值啊，是 y 的期望值 ，y 的期望值呢、啊？还在加上 epsilon i，y 的期望值加上 epsilon i， 这个 y 的期望值啊，事实上这个 y 的期望值啊，y 的期望值可以写成为 y 的期望值在。xi 的这个条件之下，如果你在 xi 这个地方带进去啊，你会得到 y 的期望值，所以说 y 的期望值是 given xi 的时候所得到的。所以 xi 在这个地方，你的 y 的期望值就是这个点了。这个点呢，还不是你真正出现的 y， 你真正出现的 y 是这个点再加上某一个量，假设现在这个量是正的，加上这个正的 epsilon 的量，因此你真正出现的点是在这个地方。那这当然是假设你 epsilon 是正的，假设你 epsilon 是负的呢？啊，像假设说，如果你另外一个点 xj 在这边，那你带到这里头去，你会得到 y 的期望值，可是这是在 xj 这样的前提之下。所得到的结果，所以你得到这个点，然后呢，你加某一个量，加那个 epsilon 量，这个 epsilon 呢有可能是负的，加上去以后，你的真正的 y 的值啊，变成从这边往下走，要扣掉
这个 epsilon 是这样，这个 epsilon 假设它是负的，所以所有你在平面上的出现的 y 的点呢，它可以呢用这个模型啊来模拟它了啊，用这个模型模拟它。假设你有一个点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点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有一个 x star 的点 ，x 坐标，然后呢，往上走，走到这一条线，然后根据某一个分布，在这个分布的这个平均值这个地方呢，你找到一个分布上头的一个那个时候的你所抽样到的一个 epsilon， 这个 epsilon 显然的是如果是负的话呢，所以从这边还在倒扣，所以你这个点呢是这样来的，是这个点倒扣 epsilon 啊负的一个 epsilon 就是。所以任何平面上头任何的点呢 ，y 的点呢，都可以用这个式子来模拟它。那这个事实事实上就是说你的 y 呢 ，yi 任何一个 y 可以看成为 y 的期望值这条线上的点再加上某一个 epsilon i， 所以这个 epsilon i 啊，决定了你的点会在哪里。那这 epsilon 可正可负，所以呢，我们有几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每一个 epsilon 都是常态分布，期望值为零，变异数，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布啦。这样来看的话，epsilon 可正可负。再一个 sigma 平方 ，sigma 平方是指什么呢？你想想看，我这边为什么画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形状呢？事实上，它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分布。这个分布呢，来表现这个常态分布，啊，你说 epsilon i 每一个 epsilon i 每一个你来到这边来以后，你还要加上一个值，来到这边加上某一个值，加上正的往上走，加上负的往下走，所以这个值可正可负，它就是这个常态分布的支配你 epsilon 会出现在哪个地方。那么它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负的，可是它的期望值一定都是零。因此，我们可以把 epsilon 出现的这个数值啊，看成是一个分布，是以零为期望值为中心点的一个分布，就像这样的形状。有困难吗？所以这第一个假设，我们假设说 epsilon i 就是对应于 i 点的 x 的 i， 如果在这边的话，对应上去的这边从这个期望值这边必须要加的那个 epsilon 的值啊，叫 epsilon i， 因为它对应于 xi， 懂吗？那你这 epsilon i 呢可正可负，所以它有一个分布，所以这一座山坡一样的，这个它就是代表 epsilon 的一个分布，它是什么分布？它是常态分布，是吧？啊，它是以零为中间值。那同学问说，这边怎么是零？这边是 e y 才对啊，这边怎么是零？纯粹就 epsilon 本身来讲的话，它的中间的地方就是零嘛，零再加上这个点，才会是这个点。好，所以它期望值是零，就是 epsilon 的值啊，以这点为零，以这点为中心点，这点对于这座山来讲的话，它的值是零。正负啊，如果是正的就跑往上跑，负的往下跑。你如果一个点在这边的话，那一定是这边这个点加上这个量上去的，那这个 epsilon 是正的。对任何你平面上头任何的 y 的值啊，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现它。注意哦，这是要来解释它，是吧？用这个模型啊来解释 y 的出现，原来是两个成分构成的，一个部分是这个，
是 Y 的期望值。另外一个成分是没有办法很准确去掌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可正可负，没人知道它到底是正还是负。那个东西啊是没有规律的，啊，唯一我们可能说它那个东西啊，它具备了某一种分布，它出现的值可正可负，它具备的是常态分布，期望值规律。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随机变数，是吧？它是个 random variable， 随机变数。这是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所有 epsilon i 跟 epsilon j 互相独立。任何两个 epsilon， 事实上你可以把它扩大，既然任何两个都独立的话呢，所有都互相独立。那互相独立怎么说？互相独立意思说，你这边有某一个 epsilon。出现的 epsilon 是负的，下一次你再取下一个 epsilon 的时候，那个 epsilon 啊，不会因为你以前所出现过的 epsilon 是正还是负而受到影响，这样懂吗？啊，所以所有的 epsilon 都是互相独立的。第三个假设，所有的 sigma 平方，这样好了。这边给一个 i 好了，所有的 sigma 平方呢都相等，那所有的 sigma 平方都相等的话呢，都相等于 sigma 平方好了，那你看看你的 epsilon 在这边，同学，你看 ，epsilon 在它的期望值在这地方是零 ，epsilon 是不是可正可负？可正可负，它有一个变化的一个幅度。这边也是有一个 epsilon 有一个变化的幅度，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 epsilon 它都有一个变化的幅度。啊，你哪个地方都有一个 epsilon 都有一个变化的幅度，看到没？这个蓝色的这条线的长度就代表了 epsilon 是变化的范围就这么大，这个变化的范围啊，我们说它都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宽啊，一样的宽，所以你画出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不管你 epsilon 在哪一个对应于哪一个 x， epsilon 变化的幅度通通都一样，所以它是相等的宽度，这一座山脉是相等的宽度，在这边不会比其他地方还要宽，也不会比其他地方还要窄，它都是同样的，啊，一条同样宽度的啊的一座山脉，懂的意思吗？所以他的意思是，所有的 sigma 平方都相等于某一个共等的、共同相等的 sigma 平方，也就是它的值都一样的，所以你不会说呢。这边呢，这边变化比较大，那边变化比较小。假设你想想看，假设你某个地方变化比较大，假设你在这边变化比较大，所以你 epsilon 可能会出现很宽敞、很遥远的地方。那这边如果变化幅度比较小，你 epsilon 会出现的地方在比较小的地方，所以因为出现呢某些地方的点的出现那个密集的程度啊会比较高。那么 epsilon 比较大的地方呢，那个点的出现的密集的幅度啊，就会比较稀疏，会比较小。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我们都是假设所有的 epsilon 的 sigma 平方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它一样的稀疏或是一样的密集，啊，在整个空间上头呢，平面空间上头的分布啊，都是这样。所以第一个假设是 epsilon 常态分布期望值为零，第二个假设互相独立，第三个假设这个所有的 sigma i 啊都是相等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在622页，622页14至14的那个方块里头呢，那给了四个假设，但是四个假设我把其中两个写在一起了，
你注意到这边呢，它是常态分布，然后呢，这个零啊，就是 epsilon i 的期望值为零。我把两个写成一起了，啊，你发觉它第一个假设是纯粹是 epsilon 的期望值为零，第二个假设，variance 都相等，第三个假设，所有 epsilon 都互相独立，第四个假设事实上跟第一个假设我把它写在一起，他说第四个假设是什么？就是所有的 epsilon 都是常态分布。所以按理讲应该是写成为四个假设啊，这样我们同学会比较符合课本所写的啊。我们这边写一二三四，是好。所以我说我这边改写，那只要是常态分布就好了，都是常态分布，互相独立。变异数都相等，期望值都等于零。四个假设啊，我们习惯用的一个符号就是你是常态分布，你常态分布后面就紧接着就把它的期望值跟变异数就把它写在一起了，习惯用这样的符号。课本用四个假设来说明它，由于四个假设是我们呢在建立回归模型的时候大家必须要共同遵守的，变成是呢在这个回归的学术领域上的大家的共识啊，大家觉得这样的假设呢很好，使得我们在研究回归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 epsilon 的这个项它具备这四个特性，所以才能够推导出其他的种种的漂亮的特质，漂亮的理论出来。 OK， 听懂了吗？有没有问题啊？是，来建轩。你说这个地方这个事实是从这个假设来的，你有没有发觉我本来的 Y 啊是写成这个样子的，记得吗？好，现在我左右两边都取绝对值，左边取绝对值变成这样，对不对？那对，对不起，不是期望值啊，期望值，取期望值，左边变成这样，右边取期望值，你按你讲，这边应该还得加上 epsilon i， 假设你 i 哈，这边 i， 这边一个 i， 假设呢？你这边应该还要再取上这个期望值，右边还得加上一个 epsilon i 的期望值。好，很好，这个问题终于有人问了，为什么他取期望值以后还是变成他本身自己的？什么东西取了期望值以后等于他自己？那都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常数。那为什么他是常数呢？这个地方啊之所以是常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贝塔零贝塔万是常数，可以接受吧？它不会变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的 Y 跟 X 之间的关系它不会变的啊。那这个 X 啊为什么也是个常数呢？啊，我们在回归的世界里头我们只要把自变数确定以后自变数就定，自变数变的是自变数变的是我们可以控制，我要它什么它就是什么，我要它是油价啊，它是油价，是哪一天的油价，昨天的油价，昨天油价就是昨天油价，昨天油价就是多少钱呢、啊、不会变呢、啊。啊，所以自变数的等号右手边的自变数的这个 X 的值啊都是在回归的世界里头不管你有几个自变数一律视同为controllable variable， controllable 的意思就是我要多少就多少，我要它多少就多少，我它正就是正，我抓一些正的值来抵可以吧，我抓负的可以吧，我抓物价，我抓猪肉的价格，我抓什么东西来抵可以吧，只要我一抓了以后它对我来回归来讲就是正，这就是一个定的东西，所以它不会是个变数，所以这一部分啊视同为是一个常数。
因此呢，你许的他期望值由他还是他自己啊，他不会变啊。那么唯一就是这个地方 ，epsilon 的期望值呢要处理。epsilon 期望值等于多少啊？零。为什么？因为我们假设它，我们假设 epsilon 的值啊，可正可负，以零为中心，因此它的期望值一定是零的。而且不只是假设它期望值为零，我还假设它是常态分布了。对不对？我们还假设了所有的 epsilon 都互相独立的，我们更进一步假设所有的 epsilon 都具备了共同的变异数。看到没？我们做了不少的功夫啊，我们这边下了很多的手啊，是不是？我们这边就是为了得到很漂亮的东西，因此呢，我们做了这四个假设，所以这四个假设构成了回归的基本结构，变成了它的一个理论架构。就变成它理论架构，因此才会有这个结果。那这个等于零，这个零不见了，所以我们来看的是这一条，这条是哪一条？这条就是这一条，这条就是这一条，这条叫什么线？这条叫什么？这条线就是 y 跟 x 之间的一条关系线。对不对？这条关系线啊，就是 y 跟 x 之间的就是它的回归线。那这条回归线跟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跟这条又有什么不同？同学一定会问，刚学回归的同学啊，如果没有花一点心思去分辨一下，你会搞混的。这也叫回归线，这也叫回归的什么线？我们上次特别强调，这条是回归的什么线？估测线，是回归估测线。所以回归线是理论上存在的。对不起，它叫理论上存在的。事实上，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彩虹，你说彩虹存在，没有看到彩虹的人不知道彩虹存在。我们看到 y 跟 x 之间的关系有这么一条直线关系，谁知道？我们假设它存在，我们理论上头认定它存在。既然你认定它存在，它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把它写出来了，就是这个关系。OK， 都是我们假设的，是我们人类脑袋把它假设出来的。真正 y 跟 x 之间 ，x 跟 y 跟 x 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这种形状吗？这边不需要加个平方吗？或者开个根号吗？还是加上其他的变数吗？真的就那么简单吗？很有可能很复杂的。可是我们只看到它其中的一段，我们就认定了。它就是这样的关系，很简单的关系也可以，反正呢理论上呢你可以假设，你尽管去假设，你推出你的理论，做你的架构，这就是它的架构。我们假设它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我们才一再强调它是理论上存在的回归线，不一定真实的情形，真实哦 truth， 不一定真理上头来讲不一定它是这样的形态，但是我们假设它存在，我们的理论上头认定它存在。那既然你理论上头存在这一条线的话，那我们就难免要去问他说，那在现实的生活里头，在现实的世界里头，既然 y 跟 x 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那我现在就去收集 n 个点回来给你看。既然你理论上头认为是这样的关系，好，那我就真实的去收集的十家连锁披萨店它的 x 跟 y， 然后我去画出一条线出来，这条线不就是我们这条 y hat 等于 b 零加 b 一等于 x 的线吗？这条线 b 零，我们上一次也推给各位同学 ，b 一也推给各位同学，大家都知道怎么去计算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算 b 零，可以算 b 一，可是 b 零跟 b 一是不是就是贝塔零、贝塔一呢？是还不是？
他跟贝拉林跟贝拉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关系？他是贝拉林跟贝拉王的什么？检测是什么？不是检测，有一个名词，上个学期提到现在，叫什么？什么因素？什么测？统计检测数，统计检定数，有一个测，估测嘛，它的估测 estimate， 贝塔林由谁估测它？贝塔林谁负责估测它？米林负责估测它，谁负责估测贝塔 1？ B1 估测贝塔 1， 所以 B0 跟 B1 分别是贝塔0跟贝塔1的估测量，估测量 estimate， 是吧？那贝塔0跟贝塔1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等于多少，可是我们既然确定它的关系是这一条关系线的话，我们真正把这个理论用在这个披萨连锁店的这个案子上头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画了一条这样的线出来，我们真的就算出 B0 跟 B1 出来了，我们真的就得到一条线。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Y hat 等于多少？60加5x， 对不对？上礼拜是不是算了这样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我们估测 beta 0应该是大概 60， 我们估测 beta 1应该是 5， 故事是这样的。可是真正的 beta 0会是60吗？ beta 1会是5吗？真的是这样的吗？ Who knows， 只有他知道，对吧？没有人知道， Who knows， 对不对？所以六十跟五，也不过就是贝塔零跟贝塔1的估测量而已。有没有问题啊？啊，刚刚燕轩问了一个好问题啊，现在看有谁在问另外一个好问题。所以，这个是回归估测线，这是回归线本身，这是理论上的线，这是实际上的线。那么这个六十五 x， 同学你注意，假设我今天再另外再加个十个点进来，就变成二十个点，二十家连锁店要去找它的回归估测线出来的话，你现在的二十个点下去去找的回归估测线，会跟原来十个点的回归估测线会一样的吗？不会一样的，你可能稍微偏一下吧。所以你的 B 零也不会在六十，不会是五了，你知道吗？可能会变六十五啊，这边就能5.8什么之类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你会发觉你的 B0 跟 B1 是跟着什么在变的？跟着样本在变啊，根本你的观测值在变啊。所以显然它绝对不是理论上的那个东西啊，它只是你的样本的啊，样本的世界里头所淬炼出来的一些资讯，它是跟着样本在变，所以它是变数。 B0 跟 B1 是变数，看到没？B0 跟 B1 是不是变数？而贝塔0跟贝塔1是什么数？贝塔0跟贝塔1是什么数？是常数的，是固定的。你理论上你认定就有一个贝塔0跟贝塔1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固定在那边的数。那为什么你去模拟它的这个贝塔 B0 跟 B1 会在变呢？对啊，因为你本来就是抓这个样本来看看啊，要看看它应该是多少，所以你算出来的东西来自于这个样本。你抓另外这一堆样本，你去算它，又得到这边样本所算出来的东西，它刚好是跟着你样本在变的，所以这种从样本里头抽出来的东西，啊，本身呢，通通都是变数，不是随机变数，啊，所以 B0 跟 B1 呢是变成下一波我们主要要探讨的对象，因为你 B0 跟 B1 既然是变数的话，到底 B0 跟 B1 扮演 Beta0 跟 Beta1 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个估测量，是吧？啊，所以虽然不知道贝塔零、贝塔万，但是呢，很多东西可以从 B 零跟 B 万这边推导出来，这是下一波我们要探讨的对象。是。为什么就是真正的回归线，它原始不就等于，那就是说 Y 等于贝塔零，
data wireless 再加一个 app service， 对，就是那个线路不知道嘛，就没有人，对，没人知道，为什么还要去用一个期望值出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期望值，我们能算出来的只有预测的，是，对啊，那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期望值？好，很好，这也是一个好的问题。你看，为什么这不就是 Y 就好了？为什么必须要变成期望值呢？你看，如果你没有加个期望值是什么东西，你看到没？如果你没有加期望值，你是变成是 Y 的话，后面有一个东西是捉摸不定的，它是变数的，它是一个随机变数，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波下一个点你的 epsilon 会是多少，它可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就好比说我们吃饭来讲就好了啊，今天中午吃什么饭？炒饭，那晚餐会吃什么饭？你昨天中午吃什么饭？你的饭量是不是固定的？请问你的饭量是不是固定的？虽然你饭量是固定的，可是我跟你讲，你每天每一餐多或多或少会不会加一点或少一点？会不会加一点或少一点？所以我们真正的饭量是这个，真正饭量是这个。可是这个真正饭量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你可以掌握的，这部分是如果是有卤蛋的话，我可以多吃一点；没卤蛋，我少吃一点。我如果有猪排，我可以多吃两碗；没猪排的话，我就少吃两碗。是这个关系决定的之外，还再加上一个那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就是突然间就是你想多吃两口，那哪一天心情不好，统计学考得不好，今天不想吃。那个东西啊，由你心情决定，那个东西很难控制，那种很难控制、捉摸不定的那个东西，我们令它叫什么？叫 epsilon， 懂吗？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那种，食欲，你的食欲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一部分是无法控制的。好，如果你理解这个概念的话，那么我们把它期望值以后的意思就是说，你期望的这个饭量是你的食欲再加上这个东西捉摸不定，它的期望值是等于零，所以你期望的，你平均期望值，我们本身就有平均的概念，对不对？所以你平均的饭量就是你的食欲所告诉你的值，是吧？所以说你如果用 Y 的话，会有一个很难掌控的那个变化量，可是你如果取一个平均量的话，因为有时候饭量高，有时候这个食欲比较少，取一个什么？取一个平均来讲，那个就是你的食欲，那就是你饭量。取期望值的意义是在于忽略掉那个难以控制的那个因素。对，暂时把它抛开，我们就谈什么？谈平均来讲多少钱？像我们谈 GDP。请问一下，每个家庭每年所赚的钱会正好是21500吗？是不是会有些变化？我们不谈那些波动，我们谈什么？谈穿越波动的那条平均线，就是谈期望值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真正的值是什么？真正值是那个 Y 的那条平均线，还在加上那个难以控制的那个波动，知道吗？就是那个 epsilon， 才是真正反映出来的 Y 的值。这种就有问题。所以说，当取样本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那微辐射线会跟无辐射线重叠吗？有这样说法吗？会。啊，样本无限大，什么意思？跟着样本无限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期望值概念嘛。那你的 n 趋近无穷大是吧？这边有 limit 的概念吗？你怎么想到这个？它是一个趋近分布啊，所以。你说 epsilon 在这边对不对？你的 n 趋近无穷大是？哪个地方趋近无穷大？你的样本趋近无穷大？就是你做非常多前调查之后，你得到样本结果会跟它的母体的结果是一样，所以说你估测线就趋近于这个位置。估测线会趋近于它。哦，我懂你意思，你是说无穷多次，是不是？啊，我每一次做得到一条，对不对？我每一次做是不是得到一条？那我做无穷多次，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我开连锁店开无穷多家？我卖披萨店，无穷多家，开到月球去，开到火星上面去，无穷多家，整个宇宙都是我的无穷，都是我的披萨店。那这样的话，哇，那这样的话，应该
就可以让这个真正的这个 epsilon 这个 beta 零跟 beta 1真的就可以出现了，是这样的吗？啊，你这是你的意思对不对？是这样意思，这我得想想，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我得想想。我现在所想的，因为呢，稍后我们会这样说哈，我们说，这两个式子，待会我们会谈到。各位同学，你看看，如果让我的 B 零重复进行很多次，它的期望的值会等于贝塔零，懂意思吗 ？B 1重复让它进行很多次，它的期望值会等于它。所以呢，以你刚刚那个意思来讲的话，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断的去做它，我的 B 零啊，它会有一个平均，会有一个中线会跑出来，那个中线居然就是贝塔零，居然就是贝塔零，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你这个 B0 的这个期望值啊，如果是 Beta0 B1 的期望值，如果是 Beta1 的话啊，那这个怎么去找到怎么去重复让它进行，这个是实际上头的困难啊。那理论上头这个事实呢告诉我们说，你刚刚的概念是这个意思，是没有错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实的关系，就等于说我们取你看我们的 X bar 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母体上头，你看我们从母体上面取的一个样本，算出它的样本平均数出来，在这边再取一个样本，再算一个平均数出来，在这边每一次取一个样本得到一个平均数，得到一个平均数，每一次取一个平均数，取一个样本得到平均数，你这些平均数啊会聚集在这个中线附近所有的地方，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会跟它的 mu 呢是一致的。那这个东西会最产生呢，它一定是你要进行无穷多次，也就是说理论上头是这样的存在，是没有错，你刚刚的概念是对。所以我让我的 B0 跟 B1 呢重复去进行很多回啊，那我的 B0 的期望值平均来讲的话，就是出现那个位置的那个贝塔0， B1 也是一样会出现那个贝塔0。